哇！有專人上門咧，幫我 gel 頭啊！陣間我哋睇戲啊，睇戲梗要 gel 靚個頭啦，仲要著件紅卜卜嘅衫。好多人中意啊，用馬來西亞電影同香港電影比較啦。係。咁就一比較之下，梗係香港嘅電影嘅質素會高翻少少。因為香港嘅電影嘅歷史啊，或者經驗，歷史來好多啦。但係而家呢個時候咧，就好有趣嘅就係馬來西亞電影就開始即係蓬勃啦。咁又好可惜嘅，香港電影又開始微落啦。係啊，因為我要一定要夾中國啦。如果唔係唔夠市場啦，所以又都好開心見到好多香港嘅演員同埋香港嘅藝人過嚟參與馬來西亞電影製作啦，咁又可以幫助我哋當地嘅工作人員啊或者演員啊，可以一起去學習同埋提高啲質素咯。但我覺得馬來西亞呢邊嗰個發展空間好大，好大。喂，多語言啊嘛，第一樣嘢，香港真係其實以前就狹窄嘅，得廣東話，逼住你哋學廣東話仲要，但係而家一路轉啊嘛，你哋又。華語又得，廣東話又得，馬拉話又得，跟住仲有咩？英文又得，哇！真係其實撈埋曬落，我覺得好正個效果。但係有啲煙燻啦，煙燻就係我哋馬來西亞人最明白啦。可能一陣你睇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咦？點解啲人喺度笑嘅？哎呀，我 get 唔到啊！咁就可能你喺度未夠耐。OK 嘅。但係你可能你 get 到咗，因為你已經係馬來西亞人啊嘛。少少。咁就你就會哦，原來係咁嘅意思。係啊。總之你啲電影拍得正，跟住人哋就會嚟睇噶啦嘛。跟住人哋要學翻你文化咯。咁就賀歲片就有一個特色啦，就開心啦，即係大家笑下啦，即係全家賀歲啦，咁就以搞笑同埋喜劇嘅方向為主啦，咁就希望大家開心心咁。咁喺過年嘅期間咧，年初一、年初二、年初三咧，去睇電影咧係馬來西亞人嘅習慣，啲人係不斷咁睇電影嘅，因為係全家人同埋幾個朋友或者五六個朋友一起去都可以一起揾節目啊，一起揾節目咁啊睇下戲，跟住又去朋友屋企食下嘢，咁又過年啊嘛，因為大家放假咁係咯。同埋我嚟咗幾個月咧，我發覺咧嗱電影我第一次睇馬來西亞電影，等出嚟先話俾你聽個感受。我發覺馬來西亞嘅戲院咧好正，係好正嗱，譬如呢度都十幾個院線啦，有啲再大啲商場廿幾個院線。跟住嗰個又 design 埋俾細路仔，有啲位細路仔有個地方玩波波池都有嘅，話有啲又有張大牀，嗰個感覺真係好舒服，好。咁好似你上幾次拍嗰啲商場嘅電影，商場嘅 YouTube 咁樣啦，商場喺馬來西亞係啲人娛樂好重要嘅一部分，咁我哋好中意行商場。喺街見唔到人㗎嘛，但係商場哇好多人，啲商場就搞到好大。咁商場搞到好大咧，你就可以喺入邊一日。咁喺一日咧，你要做啲咩？你要發覺啦，食嘢好多啦。咁食完嘢行街又好多嘢行啦。咁小朋友玩嘅嘢又都好多啦。咁玩完之後，夜晚仲可以睇電影，跟住再翻屋企，所以就變咗電影院都好多，而且就好似你話咁設備好好啊，同埋設備好好，好多間電影院咯。今日咧嚟參加首映禮啊，係咩戲嘅首映禮啊？新年太瘋狂。咁我哋第一次嚟參加馬來西亞嘅首映禮啊，好開心啊！朱咪咪同埋小欣欣係咪啊？但係呢個林卓晶，林明晶好出名嘅喎，喺馬來西亞係咪啊？我哋有時睇啲廣告都見到佢嘅，睇下陣間有冇機會同佢影張相先。好，我哋周圍行下，睇下呢個戲院。有咩事情發生係啊？新戲院嚟㗎嗬。咁呢度 iCity 呢個商場都好靚嘅，不如帶大家睇下咯。出邊好多朋友已經喺度等緊啊！等緊咩嘢啊？等緊冇事，等緊行埋。我哋已經行緊咯喎。我哋行多兩轉先。一陣間冇得行㗎啦。一陣間俾啲明星行曬，行多兩轉先。噔噔噔噔。好啦，行完啦，行完紅地氈啦，使唔使買包炮谷食先？行完紅地氈，紅地氈係咁樣行噶嘛？簽翻個名，點樣行噶？
好啦，影相啦。唔係咁嘅咩？我哋賣炮谷咯。我要搶。OK， 要兩一包係兩條嘅應該。咁我哋食唔食炮谷啊？炮谷加汽水，二號、三號，二號先啦，好嘛？你飲唔飲水啊？接下來我要邀請幾位，來來來，先幫我們站一下，想要用你，對啊，先請你，歡迎到你，都可以一起。Do you want to say anything to everyone? Say hi and happy New Year. Hi, happy New Year. 好，迎接新年，新年欢迎。哦耶！我想两位呢，也是经常到电影院去看戏的人，是。靚仔靚女咧，真係殺曬，啲咩味都唔弱啦。哦，不得了！睇下佢隻眼，倒数三二一
好啦，經過一輪嘅好多節目之後咧，而家我哋入場睇戲啦，拜拜。